师想问一下哦，台北股市呢今天呢迎来了非常开心的礼拜五。我记得昨天这个时间点我们才从这个美国股市来观察嘛，老师说如果数据还不错的话，纳斯达克有机会向上攻，台北股市呢就有机会大涨了。那我想问呢，昨天美股的大反攻，短线上面大家可以稍微的心安了吗？台股今天大涨是为什么？那下个礼拜哦，我们还可以笑的来迎接股市的行情吗？好的，其实在这一个礼拜，坦白说哦，可以睡一整个礼拜都没关系，但是在今天下午的1:25一定要醒过来，因为要看一个数字，而且那个数字它是动态的，因为我们的加权指数它是集体撮合，最后一盘它是集体撮合，所以1:25的时候，其实我在那个地方在盯我们的加权指数，我发现它在那个地方它还没有站上这个周 K 五 MA， 可是最后一盘呢，它集体撮合之后呢，它很巧妙的，就是刚好站上这个周 K 五 MA， 攻上去了。对，那它为什么会攻上去呢？对，其实一定是台积电，有人去动到台积电，对，所以台积电它也很巧妙的，其实在25的时候，那时候它还在那个527，对，刚好就是在这个5MA 上面。对，可是它最后一盘呢、啊，变成530，对，所以其实人家在作价的时候，也不是说作价，有新人士在参与的时候，其实懂的就是跨者也没搞而已。那我们可以很巧妙的去想到说，那会去动到台积电的会是谁呢？结果我们在今天收完盘之后有没有看到？发现外资大买，多久没有看到这个200亿了？对，真的好久没见到了。对，那他为什么会买这个200亿，而且是在今天买200亿呢？其实昨天他就是走明君你设下的这个剧本。没有，是老师跟我一起写的啦。但没想到哈，这剧本这么乖，就这样写，就是纳斯达克，因为昨天呢在盘前公布的上周处理失业金人数比预期的好很多，哇，美股呢是群起反攻了，好几个指数都站上了月线关卡。那老师哦，纳指日 K 收红的，又站上五日线的，应该可以放心了吧？对，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去观察的，因为毕竟今天晚上美国它还有一个交易日嘛。对，那我们真的还有另外一个数据要关心，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去关心的是下个礼拜我们到底要看什么样的一个关键点哦。其实明君在昨天有你写了一个剧本说，哎呀，如果已经连续三个礼拜都这个404救济金都不太好了，是不是他只要稍微降一下，结果昨天一公布真的降下来，有没有发现他不再破底直接上去了？对，可是我们在这地方我们会发现他有一点点小瑕疵在。好，哪里呢？因为你如果说真的攻上去的话，你有没有发现他昨天还差了一点点，是不是还差了一咪咪没有站上这个下降切线？所以其实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还是必须要用那个剧本，如果说他真的要在打的那个底比较扎实一点的话，它还是会采取这个二度背离，所以这个必须我们要去关心的一个重点哦。对，但是它是不是会走这样子的剧本呢？其实我们把它放大角度来看到周 K 的部分，这个地方我们去关心了，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台股比它还强？对，我们台股已经站上去了，站上了周 K 五MA。对，那就等它今天晚上会不会上去？好，可是它今天晚上不管会不会上去，我们要去推的是接下来对两个礼拜甚至三个礼拜有没有这样子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均线一定会去看它的后门，它的后门就叫做扣底值。对，扣底值接下来1、2、3连续三个礼拜它都是往下扣，所以它如果真的要去攻击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利用这个扣低的一个机会往上去做一个突破。好，阿豪老师认为哦，这纳斯达克呢有机会哦，可以带领大盘呢，持续向上攻击。那现在如果说下周行情，老师说啊，今天尾盘的时候呢，投资人要醒，为什么要醒的？迎接赚钱的机会嘛，对不对？下周看起来哦，其实今天尾盘就有蛮多的个股已经低档的明显的大涨表态了，所以抢反弹或者是呢这个抢波段的话呢，下周其实呢有很多的个股大家可以来留意跟观察。那老师跟大家提醒一下，包含了迫切出手找买点跟找卖点的一些诀窍跟技巧。对，其实这个昨天已经有很多人都已经把它当落下来，因为这个我已经放在我的 Light 上面了，那我真的非常强烈的建议你现在加 Light， 那去把它当落下来，把它印出来放在我们的下单的那个电脑的旁边，因为你要下单的时候你真的要稍微看一下，如果你是要买，想一下，对对对，再做最后一个关卡的把关哦。要买的话，一定要压力突破再突破。那如果说你发现你买进去已经赚钱了，什么时候该卖？支撑跌破再跌破，一定先把它赚到口袋，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好，而且在运用这个工具之前呢，我会比较建议一定要做锁定股票的动作。对，因为你说茫茫股海真的不知道怎么找啊，那你没办法一次顾这么多支啊。其实说真的哦，从年初到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护国神山，就是大家的心情都不太好，可是说真的完全都没有逆转胜的机会吗？这市场上绝对不会给你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我们就以我们这一档
3552的同志，其实我们在这1600股民开讲的时候，我们在四月份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锁定他了，放在口袋名单。而且那时候锁定他的原因是因为他真的跌到贱股了，记得他直接杀掉了72%。可是你发现他短短的几天的时间，他已经从我们锁定到今天盘中，他已经整整50%了。嗯，哦，成人税已经整整50%，只是说这类型的股票，你有没有发现它的一个切入点，这是不是一个突破的切入点？对，那即便说它下来在洗盘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上升切线，它都没有破。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在上一页怎么样去做一个买进，怎么样去做一个卖出，对，其实它是不是都完全符合这样子的规则。对，如果说你有仔细把这个记下来的话，它的这个上升切线是没有跌破的，所以你就不会被洗出去，今天就可以站到这根涨停板了。对，而且更重要的是用狙击的战法，就是说我们是要像一个狙击手，因为毕竟我们的子弹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每天在那边狂扫射嘛。对，所以一定要先瞄准好了，已经到了一个发动点的时候，这时候再去做一个扣扳机的动作，让自己的操作非常的有效率。那老师，我想问他，五月份惊涛骇浪过了，台北股市也来到波段的低点，看起来呢，下个月的行情应该可以稍微的值得期待，松了一口气，因为毕竟现在美国股市已经不再被包含了升息或者是俄乌干扰，是回归到经济的数据基本面来做反应了。这对于全球的股民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那老师，六月份的行情怎么观察？哪些个股从历史的规则来寻的话，有机会呢？对，其实我们在锁定的这一块，我们就会运用到，这一档股票它是不是会有一个季节性的，所以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模式，接下来五月已经快过了嘛，接下来应该要锁定的是六月的股票嘛，所以六月的股票我们把过去3年以来在六月份光是那一个月份它表现最亮眼的股票，我们把它整理出来给各位来做一个参考。比如说像去年最强的老船长他们家的股票嘛，2636的股票，它在六月份直接真的没有人能够打败它，直接涨了152%。对，所以我们关心的是他六月有这样子的表现，那他现在今天是5月27号，他现在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各位有没有发现突破下降切线？对，有没有发现 KD 大于50？ MACD 更重要的 MACD 也大于0。所以这类型的股票可以去锁定，但是一定要找到好的一个进场点。那再来以电子股部分，如果说纳斯达克真的出现第二波强烈的反弹的时候，那应该还是以电子股为主嘛。那电子股在去年六月份的时候，六月有办法去涨一倍的就是它3141的一个金鸿。那我们关心的不是它去年多么厉害，而是它现在今天5月27号它刚好在什么位置。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位置好像很熟悉啊？对 ，KD 又刚好是大于50 ，MACD 也已经翻正了。这个是在去年的部分。那去年其实因为疫情的一个关系，所以很多股票会有很奇怪的表现。那我们再往前再拖一年，好，在2020年的六月，你看它也是涨了一倍。3228的这个金利科，同样的，你有没有发现，在四月份大盘非常不好的时候，它已经领先，已经 stand by 在这里，它比大盘早止稳，好长一段时间了，所以它的 KD 现在也大于50，而且 MACD 已经翻正了。那我们再看看，在2020年的那时候的六月份，哇，这档股票在那个时候多么的风云啊！对啊，真的它很凶哦。对，光是一个六月，不是一年哦，它就直接涨了一倍。只是说再涨了一倍之后呢，哇，这后来真的是大家都已经忘记它的时候，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它今天刚好就在今天，它默默的已经来到了我们一个很熟悉的位置，下降切线，刚刚突破，对，而且 K D 是不是在50？哦 ，M A C D 又刚刚翻正，所以你会连续发现，这几档股票，特别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它会不会有这个周期性的一个反应？重点是当你锁定它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来到对的一个进场点，勇敢的去扣下扳机。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一定会建议各位把刚才的那一张我在 Light 上面把它 download 下来，把它印下来。好，因为你在你的电脑旁边，你要下单的时候再稍微去做一个检视。好，那毕竟是自己的辛苦钱嘛，不要乱射子弹。对，没有错。那其实前两年是比较奇怪的年，因为它是大多头的年。那我们再看看，如果说它回到一个比较正规的疫情之前呢？疫情之前的话，六月份涨最凶的是谁？8086的红杰克，2019年6月。这你看，在那个时间点，其实一个月涨50%已经是非常厉害的。可是我们关心的是啊，它已经沉淀了这么久，到底有没有机会？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刚刚好冒出来？KD 也刚好大于50。
它差的就是差这个 MACD 还没有翻上零轴而已。好，那我们再看一档这个 CDKY，哇，这个在那个时间点，股王啊，大家可能已经觉得那时候时间很价格很高了嘛。对，那时候它1500块，现在可是从六月份它开始发起标之后，直接涨到了5000块以上。嗯，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关心的是，哎，那它现在又跌回来了，那刚好跌到什么地方？这档比较特殊，它是突破之后又来做一个回撤 ，KD 也大于50 ，MACD 是小于零，这个可以好好的去做一个锁定。好，阿豪说口袋名单已经送给大家了，那如果说呢，大家不知道该怎么样来找跟切入点的话呢，除了印下刚才老师做的这个精心的葵花宝典，也可以参考我们画面上面阿豪老师的大头娃跟 QR code 扫一下，跟阿豪老师交个朋友。那因为呢，阿豪老师陪我们3个礼拜，真的好辛苦，这三周惊涛骇浪都陪我们度过了，也真的很辛苦。但没关系啊，老师休息了2周呢，要怎么找到他呢？就是加赖嘛，那敖老师呢，在盘中呢都有很多的细节来跟大家做叮咛跟分享。那老师，你们有什么讯息要跟大家来做讨论呢？那下周的观盘重点有哪一些，先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下好吗？对。那其实刚才那个只是一个大方向的选股逻辑，那比较明细的一个口袋名单呢、啊，我会在周末的时候会再更新到我们的记事本。嗯，哦，那更重要的是操作的一个教学影片。其实这一阵子很多投资朋友都问到可不可以去放空股票，对，那其实要去放空一档股票，你要从主力的思维去思考，而不是从一味的去放空，不然的话，你看今天大家在放鞭炮，你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很伤心哈，所以这个教学我也放上去了。好，那接下来台积电真的不要大跌就好了，你要做好你撑盘的要角。嗯，纳斯达克指数要把握，如果它真的出现第二波的反弹，对，好好的去重压逆转胜，锁定潜力股，用狙击战法，怎么样的一个狙击战法，在教学影片。直接跟各位来做一个非常详细的分享，都听得我热血沸腾了，狙击逆转胜。